郭老师好，韩先生好，大家好。韩先生是咱们乐队的鼓手，鼓手。为什么您的海魂衫还带俩兜啊？借的，哦，借的啊。哦，我以为是装鼓使的呢。我这鼓太小，心里边打鼓了，怎么着？装俩兜啊。我书归正传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对架子鼓感兴趣？81年的时候，我英国伊丽莎白二号那个豪华轮船到大连去度假，然后船上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乐队，然后有架子鼓，有吉他，有贝斯，所以说那时候一看特别震撼，太喜欢了，对，一下就迷住了。是是是，跟谁学的那会儿？自学，就是自学。对，没有老师那个时候。从那开始学打鼓，一学就学到了今天。对，后来好像您入伍当兵了是吧？对，我是84年。84年当兵。84年，他是这个为了参加这个全国35周年国庆大典，特招兵。哦，去部队了。我的专业是八松。你们都知道什么叫？我知道。你说。哎，八苏啊，他其实跟八松，八松，八松。你先拉倒，你连名都说不上。八松跟那个那沙僧可能他不爱他。我觉得吧，我觉得是那个巴拉巴拉松啊，螺丝啊什么的，把能拧拧。你说那松你那儿的、啊？郭麒麟知道什么叫八松吗？这还真没有有所了解。你看看我儿子多好，我说不知道就不知道。同时，我在家拍白教给你了吗？哎、对，八松就是你说。八长笛、双簧、黑管、大管，哦，这几样捆一块叫八苏，不是啊？对，哪一年来的北京？84年参加国庆大典，在北京。哦、哎呦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是全世界，就是84年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军乐队，那个阵容非常大，很震撼。对，1200人。哇！哪一年从部队出来呢？86年底吧。当时是为了这个艺术梦想，组了一个乐队。叫什么名字？原创乐队嘛。原创乐队、对，那时候还没有名字，来到北京。好像您还拍过戏，参加过影视剧的工作。对。啊。那是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们乐队呢，在那个一个歌厅演出，演出的时候导演来选演员，然后他就选我做一个，因为他那个剧本当时写的是全国的外来人，在北京打工啊，就是北漂一族吧。啊，我是写一个音乐人，我是就是在那个剧中扮演音乐人的，演自己啊，对，演自己。这个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演员呢？后来呢，拍完这部戏啊，有导演找我去拍戏，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，当时我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原创音乐，所以说就没有去接下来去拍戏。术业有专攻啊，人可能就是这样，有自己的一碗饭，把它端好比什么都强。是，那倒是。谢谢您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有请曲飞老师。曲老师好。郭老师好。您好，太荣幸了，跟您站在一块。哎呀，您这个小琴看着比他那个还精致啊。对呀、我就挑了个最轻的。哦，因为太沉了。您这个小青琴叫什么名字？叫曼陀林。哎呀，非常浪漫的一个名字。哦，好听的名字啊。诗人都爱把它写在那些诗里面去表现那个浪漫的那个形象。这属于是西洋乐器吧？对，原产于意大利。哦。意大利那些人，地中海一带就比较浪漫嘛，在唱着那个小夜曲，弹着曼陀林上那想向姑娘求爱。为什么加入咱们老皮匠乐队啊？也是偶尔的一个机会。首先呢，自己呢，在敲鼓敲了30多年了，一直在后面。你看那大家这么多人一挡，谁也没看见。最后我老想站到前排来，结果呢，我就上那个。马健呢，我跟老马健是87年就认识，86年就认识，老哥们儿了，老哥们儿了。上他那儿去一看，他那玩这个什么，我说哎，曼陀林，只是从书上看见过，一次真的就没见过，玩玩，借我玩玩。马健后悔了，一切就没再还，这活就被我给呛了。其实呢，他是我们这会的乐器最多的，最早呢是弹贝斯的。那黄主任乐队弹贝斯，专业弹贝斯。后来来了一个叫杜毛的，干嘛？他那我去弹曼陀林吧，得他就弹曼陀林了。后来我又来了，引狼入室。我来了以后，我干这个。您真客气啊！对对对，这是他干什么呢？他就说吹口琴去，口琴吹得不错。教过那个耿三儿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教会了徒弟了，也饿死师傅。后来就
没饿死，就是没饿愁没了。对，愁没了以后呢，人家耿三吹口琴了，完了以后他那弹那个班卷，五个弦的班卷啊。完了以后呢，现在好了，每次出门弄个锁把班卷锁上了，这不行，实在没什么再干的了，再干只能是主唱了。哎，这个您这万头林，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哎，对对 对，我们太喜欢这小琴了啊，来来。曼陀林最大特点就是把颈椎治好了，对，终于可以在前面晃了，一点都不累，好极了，谢谢徐老师，谢谢。